Hello，大家早啊！不对，不早了。我人呢，现在在台北的西门町汤姆熊来参加四娘子举办的一日包场汤姆熊。那听说会有蛮多人来参加的，那大家就接下来看后续的活动吧。那今天会帮我拍摄的是牛奶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等一下活动会怎么样吧。Go。那么刚刚我拿到了一个包包，然后里面会有分组，他们分成放牛班、自由班。听说我是自由班班长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制服到底穿不穿得下。你哪一班的？自由班啊。那我是自由班你怎么会是自由班？我怎么会是自由班？我应该是放牛班才对啊。我怎么可能穿不下？这么大我的裤子。对，三个人去。对齐。如果我输了，会不会很丢脸？会。不行。没事。男女是平等的，不可以这样子想。我们现在要跟六探 PK 丘比特，揪起来！可是我丘比特超废。我的影片是每个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